士的剑法变幻莫测，可以格挡或反制敌人的攻击，也能应付远距离。拳师可以使用拳套，施展威力强大的连续攻击。气功师可以利用内力，施展威力强大的气功攻击，擅长对付远处的敌人，并可以同时控制多个对象，属于远程职业。